岑丽香呢日出席商场活动，啱啱做咗人妈咪嘅佢出嚟做嘢，会唔会唔舍得仔仔啊？因为我妈其实都好多时候，可能如果我要做嘢嘅时候咧，佢会帮我凑噶嘛。咁我妈又好锡佢，佢又好锡我妈，所以其实佢都好开心啊。反而系我要学识放手咯，即系出门口嘅时候，点都系忍唔住要望多眼啊，或者氹佢笑多下先至肯出门口噶嘛。咁反而我觉得我要学识放手。香香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服装设计，曾经试过亲手整一套万圣节衫给自己，不知道会不会想亲手整啲玩具给仔仔玩呢？其实都想啊，因为我上网呢我都有见到可能用一些BB 衫不再啱佢嗰啲咧，跟住攞嗰块布嚟自己整一个小公仔啊，一个啤啤熊啊，或者大笨象公仔咁样咧，所以其实到佢有啲衫唔啱着，但系又唔舍得捐啊或者俾人嘅时候啦，我可能我都会咁做。